者。先把厨房搭起来吧。好 ，Let's go。小心哦。我以为来了个要饭的过来，叮叮当当的声音。这个是一个这种烧咖啡的炉子吧？哥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不懂，完全看不懂。是他的。你傻眼了，我们都。这一排是沙发，坐着好吧？然后前面这是一排是桌子跟我们的座椅，我把桌子找出来。这个应该是桌子。是的，那个是桌子。这应该是这样，对，然后还有两块板。哎，这个，对 对，这个单元。这是碗、饭盒、餐具，我全部拿出来，我一会儿去洗。好嘞。这是雅丽姐的操作台。可以。倒在这儿，就放到那个中间的那个单元。然后我卡对拧它就行，对。就我。是，它就刚开始那个气压不一样，就喷一点。我和雨儿平常的相处模式就是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去跟他讲，他就会一直想要来帮助你。好。OK。所以有什么需要做的，我都会交给他做，你会觉得很舒服、很轻松、很自在，然后有安全感。耶、yeah.。试一下啊 ，perfect， 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放在这里面中间。哇，这什么？它是个桌子吗？这是桌子是吧？看图案连吧，我觉得它是连图案。反过来，哥，对，应该是这样，对。这个是对的。这里还有一个。这个是不是反过来？对，是吧？小心冲。嗯。好。哟、yeah.。好酷。来，过去吧。对，这个放在中间。有啊 ，perfect， 可以。圆儿，你帮我把这个菠萝的肉削出来，这没问题。这个是两半，然后柠檬切片。对 ，OK。你切这个好吧，我来剥蒜给你。好。想好了，你这边切这种水果类的东西，这边切菜，中间是海鲜，我们这个配合相当的默契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雅丽姐很会做饭，然后我跟迪哥就是负责帮她打下手，我们的配合也非常好，很默契。小心手啊。没事，我柠檬片，我的刀工也还是不错的。这个很容易滑到。没事没事，看着呢。我想，好，好贴心啊，一直让他注意手。我这都切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我的手怎么不用注意呢？因为哎呦，因为我会自己注意好自己。你会照顾好自己。你是弟弟吗？我是哥，你得照顾我俩。我是哥吧？我是哥，我86年的。那你是八几？我89。嗯，我觉得我先做个爆米花，我给自己搭自己的舞台，我要一个舒服的感觉。哇，
个了，好香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它爆出来了，开了。感觉还是挺好吃的，我已经落了很多黄油下去了，肯定很香。嗯，香中带焦，有些有点焦。嗯，哇哦，哇哦，呦呦，这个爆米花，我想把它带回家。我觉得不差呀，可以吗？试一下。嗯，感觉和买的一样，哥。嗯，刚好是我糖可以够了，我以为放多了。嗯，哇，真爆出来了！哇、哦，好吃！现爆的，第一次。哇，不错。第一次试一下吧。可以的。是吗？嗯，好像。哇。OK 哟，陈伟霆，我第一次做菜这么受欢迎啊，很有成功感。我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夸我做的东西好吃，还有能放进嘴巴的。我转个头回来。哎，那个，哦，哦，我舒服这里。Get soaking wet, torturing. 我觉得很甜，这种甜是我被自己甜到了，就是很浪漫。Just walking in the rain. 我第一次在沙滩吃爆米花，平常都是在电影院。没想到会面对海吃这样自己做的爆米花，这么舒服的天气，哦，